他叫你找3 until the 18，所以他现在这个要的是找 S18，所以是18和22A 加 N 和加 N 减 E 67DD 是4，在这边减4 34减38等于减4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就2乘38减4乘17，然后再乘9，然后我拿到的是72，所以我横的是72，然后 find the sum of the first 100 term， 所以他要的是 S100， 然后他的 first term A 是减10，然后他的 D 是6，所以他就会变成100和2，2乘减10加99乘6， OK， 所以我就有减20，99乘6减20，然后再乘50，所以我拿到的是28700，所以 B 是28700， OK， 然后 find the first term of the AP， 然后它的 first sum 这个是 S42， 所以我的 S42 会是5838，然后它的 L 是，这个是我的 N 是42，所以我的 L 是减22，所以我的 M 和 2A 加 L 啊， M 和 2A 加 L， 所以是42和 2A 加 L， L 是减22等于那个5838， 42和2就21， 5838除以21， 5838除21，我拿到的是278，所以278， OK， so 我有278， A 减22是278，所以我的 A 我把这个搬过去，278加22，所以我拿到的是300，所以我的 A 会是等于300，所以我的这个 C 是300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一题的 CDE 啊， OK， C calculate S by 4，然后它有140个 terms， 然后它的 first term A 是2，然后它的 last term 是 L，然后 N 是百四，所以我的 S140 等于140和 2A 加 L， 2加449， OK， 我在计算机按2加449，然后再乘70，然后我拿到的是31570，所以是31570。然后接着 D 的情况，我知道 D 的答案是22， OK， 因为上面那边都有了，它first term A 是减15，然后它的 common difference 是减3，然后它的 SN 是这个东西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A 是减 15，D 是减 3， 然后 SN 是减 1023， SN 是N 和 2， 然后2减 15 加N 减一减三 ，OK， 会是等于减1023。OK， 这一题它有它的做法了，我把我的二乘过去另外一边先，然后我这一边里面就会有减30减三 N 加三，然后1023乘二的话，我这个是2046减2046。然后我把这一个这一边我跟它合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减27减 3N， 所以它会变成减 27N 减 3N² 等于减 2046， OK， 然后我把这一边的搬过去，它就会变成 3N² 加 27N 减 2046， 12 27等于0， OK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这些都是3的倍数，我全部除以3加 9N 减这一个3 2046 除3，我拿到的是682， OK， 然后接着我这个就要开挂弧了，我开挂弧的情况之下它是 E9 减682，我用计算机了，22根减31，所以我有22根减31，所以 N 等于22，N 等于减31，所以 N 加31，
然后 n 减二十二，所以 n 乘 n square 三十一 n 减二十二 n 九 n 哦，然后三十一乘二十二，三十一乘减二十二，然后减六八二，对，所以我的 n 是 positive 的，所以这个是 reject 掉，所以我的 n 是等于二十二，所以在这一边我不用做，我知道是二十二，但是我做的情况之下，我要做到半死啊。OK， 好，来我们继续看 C1 的这一个 sum of 200 term after the first 50 term of an AP， 然后 SN 是这一个东西。OK， so 这一题呢，它其实是蛮有难度的。然后它现在要你找的是那个前面50个之后的后面200个。OK， 这一个东西呢，我们要这样来想象，它现在呢，你想象一下啊，我这一边有第一个、第二个到第49个、第50个，然后再来第51个、52个，然后继续到第249个、250个，这样，所以它其实要的是第51个到第250个。OK， so 他现在要你找的是他要的其实是这一边，题目要的其实是这一边，然后这一个东西呢，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这一个部分是 S50， 然后我这一个部分是 S250， 所以我的这一个部分其实是 S250 减掉 S50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它的答案呢就是 S250 减 S50， 所以我的 S250 减 S50 等于250/2，然后那个250加1减50/2，然后50加1， OK， 所以这个是125乘251，然后减25乘51，所以125乘251，然后是31375，然后25乘51，我拿到的是1275，所以31375减1275，我拿到的是30100， OK， 30100，所以在这边我拿到的是30100，所以72287003150720202300，对了。